Hello, Feel Beauty 嘅朋友，大家好，我系 K 谢安琪。电单车、平底鞋、长发、整甜品，哇！如果打风啊，仔女啊，仔女拍跳舞片，哎有啊，就系佢同个女讲电话嗰啲声啊，即系嗰啲喂，有冇挂住爹哋啊？啊，识爹哋一啖先啦，嗰啲咧，即系。對我又不是用這些語氣，所以是會反去白眼的。眼眉、面膜、因為他的鬚不剃的，他自己會剪的。神形人，我其實早上真的會按摩自己的面的，即會揀一些自己覺得在妝前適合使用的精華液啊，或者有時可能很簡單是一些爽膚水啊，咁樣敷一敷個面，跟住咧做一啲簡單嘅按摩去下水腫。朝頭早做呢啲咧，我覺得即係會可以成日咧個面型都會靚啲，同埋即係去感一啲面嗰啲夜晚瞓醒覺嗰種浮腫咧係非常之好嘅。我以前咧就會覺得咧液狀咧係即係爽啲啦，但係咧我發現咧其實咧呢一個都係我自己好中意嘅一個 wrinkle cream 啊。咁佢嘅質地咧好得意，我想俾大家睇下。它咧就真係霜狀，佢係即係一種似係面霜咁樣嘅質地啦。咁我覺得呢一種嘅質地咧，佢其實係好能夠喺皮膚嘅一啲紋理嗰度咧做一啲好好嘅淡化啲淡嘅幼紋啦，或者甚至乎有啲色素啊，可能係黑眼圈啊，或者嘴角邊咧有啲色素沉淀咧，呢一類型嘅霜狀嘅精華素咧，其實係非常之好嘅。我都係最近先慢慢咧體驗得到呢一樣嘢。我諗係以前都係沉醉於用。即係液狀啦，即係稀啲啊，爽啲啊，咁但係我發現原來霜狀咧都有佢嘅好處嘅。